我月初才知道，我也是蛮惊讶的。有没有觉得被炸？是还好啦，我觉得时间上不会觉得被炸的，但是觉得蛮认真在做人。倒是春风哥说，如果我们生了的话，就要给包600,000。饶舌歌手高尔宣与女友瑞德16号惊喜宣布已登记结婚，还将在11月迎来新生命。而好兄弟娄俊说透露，3个月前才刚与高尔宣建制打赌，谁会先当爸爸，输家需包10万元给赢家，没想到就被高尔宣捷足先登。10万就送出去了，所以我今天在那边很认真的工作。这个就是被骗到吗？他们偷偷预谋的。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为了就是10万块，然后要花个2000万养小孩吧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会这样控制给我？你说。都煮完饭才有好消息会跟大家说。那还会再有下一个辅助吗？就下一个？你说再下一个人？对啊，那可以改一下。赌博不好啦，不要赌博了。但你有跟他讲什么祝福的话？因为他们就直接我直接奉上10万就是我的祝福，最大的。对啊，这样不好。什么时候都已经10万了，还要？对啊，对，都已经10万了，还想要逼我？啊，倒是春风哥说，如果我们生了的话，就要给包600,000。春风哥人真的很棒。是一人60万还是2人60万？哎，这我没有问过他哎。因为有可能是120万。哇，对，对哎。多缺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就是对啊，到底多缺钱呢？那登记的是稍微调一下吗？在进度上，有好消息就跟他说。现在登记了吗？啊，还没。现在应该还是还没有当爸爸。还没。我不急耶，就是按部就班啊。对，有好消息会跟大家说啊。对。那婚礼现在筹备怎么样？正在筹备中，因为婚礼有太多事情要去顾虑，然后对啊，就不急着一定要赶快把它办好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规划。